大家好，我是大野猪，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支持，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吧。首先是官方发布了最新的三个福利，野猪我也是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了。打开米游社，点击这里的派蒙答题或者花开有时，或者在游戏内直接点击特点活动或者这里的邮件和公告。首先说一下派蒙答题，开放时间3月25日至3月27日，一共3天，总计可以获得15万摩拉。答题错误了也没有关系，完成任务以后可以再次获得挑战资格，反正这个摩拉肯定能拿到的。接着是可以获得40原石和2万摩拉的活动，点击开始，点击种植花朵，然后选择浇水修剪松土。这里三个选项是可以多次点击的，当成长度到达这里以后点击分享。接着来到主页面，点击代办事务，把两个任务完成以后点击刷新事务列表，就可以获得新的任务了，然后完成它们。完成全部任务以后点击成长进度，就可以获得40原石和2万摩拉了。由于这些活动都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请大家一定要赶紧啊。然后是官方最新在游戏内发布的填写问卷，记得也都做一下，可以领到3万摩拉。接着是官方对于 2.6 版本预下载功能的公告，下载开放时间3月28日11点。移动端就是苹果和安卓，在游戏内点击派蒙设置其他，然后点击这里的预下载功能就可以下载啦。或者直接在登录界面点击左下角的预下载资源包。PC 端的话需要先更新启动器，更新完成以后在启动器界面点击游戏预下载功能，要到3月28号才会来，现在大家可以先看一下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用免费的点赞三连支持一下野猪，同时祝愿大家小保底不歪，单抽出金石连双黄。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抽卡圆梦。关注野猪，每天会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，谢谢大家。